看这俩籽料的弥勒佛，这个是18K 金镶嵌的，然后背面是带点撒红皮，形状可以啊，做的可以。这多少钱？这个26,000，哦，这俩都是26,000啊。哦，18K 金镶嵌啊，这个暖白色，这个，然后这个呢是一个独子儿雕刻的啊，皮子是一个黑红皮，然后皮里头有点浆啊，但是一个独子儿，满皮的上边雕了一个佛头，漂亮，形状好啊。26,000，它带了一个金的一个扣子，金的一个卡扣啊，直接可以挂。行吧，行。好，谢谢。还有一个和田玉青花籽料的啊，和田玉青花籽料的弥勒佛，黑白分明，独子雕刻的，三角形啊，漂亮。刚好这个料子就适合做一个弥勒佛，然后佛是全身是白的啊，背后是这个墨，真是特色啊。青花紫啊，黑白分明。这多少钱，老板？这个15,500。这15,500啊。漂亮啊！毛孔清晰啊，都是试驾，真是特色。来看一下这个新疆和田山料切木料的弥勒佛，这糖漂亮，蜜糖干净。俏色做了一个佛脸儿，开脸呢是用于糖做的一个脸，然后肉是一白肉，糖白分明啊，糖白分明的弥勒佛做工也是比较精湛啊，漂亮啊，弥勒佛笑佛啊，笑哈哈啊，真是好啊，对，新疆的山料啊，白度很好啊。这多少钱，老板？最高的看多少钱？你说多少钱吗？2万吧。2万，2万高了啊，就是10,000多块钱啊，可以。说开了，你看最高看多少钱？这俩是一块料做的。啊，这个比那个大，它要稍微贵些。这个是带个浮光的啊，后边也是糖。啊，一块料做的，这个就我更喜欢这个啊，俏色俏的真漂亮，切木料啊，真真的好看啊。来看这个弥勒啊，切木糖青白啊，这个俏色俏的就很好啊，糖整个糖做了一个佛的佛像啊，后边是青白肉啊，做了一个钱袋子啊，真是漂亮。这个糖色呢是不算红啊，也不算黄，是一个这种属于什么色呢？说不上啊。形状很好啊，做工漂亮啊。俏色俏得好啊，这多少钱，老板？啊，9,000，哦，可以啊，可以玩啊。爷们，咱要看哪一个项链了？切木料，料子细润啊。对，咱不讲价了，咱先看看。看一下这个切木纯糖的弥勒佛，这个料子细润啊，红糖的。不知道价格。对，打灯就是红糖。我跟你说，这两个之前不都拿过吗？
比较细润啊，干净。我看一下，那料子非常滋腻。好，四千五。然后这个雕工也是非常精湛，纯手工雕刻的。这多少钱，老板？18000。行吧，有点高啊。这个小的呢？小的是铜料做的啊。8000。小的8000。要干净细润啊，不带麻糖的。哎呀，他都背不下，背不下了。这是黄口啊，黄口，鸡油黄的，漂亮。这多少钱呢？5000。正装的啊，黄口的鸡油黄的弥勒佛，漂亮。这有同款的，这是镶嵌过的。这个镶嵌的贵吗？这个多少钱？6000。要6000。可以啊，黄口料，正装的小佛工。从这儿有一个小佛牌啊，小战佛的牌，弥勒战佛。这个啥料啊？啥料？这是山料的，然后做点皮具。这多少钱，老板？1800。1800。可以啊，料子白度好啊。这里有一个很周正的一个小佛牌，山料的。这个是一个鹅料白玉的立体的佛，料特别白啊，做的一个皮色啊，那样细润。这个多少钱啊？这个？那个9000。9000。上面一个元宝啊，手拿如意啊，这种皮色是做上去的，但是肉白啊，细润，然后是个鹅料。好宝贝啊，好宝贝。这个小佛牌呢是一个鹅料糖白的，厚的，然后上边蝙蝠，下边一个弥勒，鹅料的糖白色。这多少钱？这个2700。这个也是啊，这个也是鹅料的，这雕了一个莲花，黄色的雕莲花，下边白玉啊，水滴形啊。这个多少钱？3500。这个3500啊。今天还可以啊，鹅料。这个是水滴形的，形状好。弥勒，这也是个鹅料的啊，白度好。这个多少钱？4500。后边有点青色，做的一个毛孔。这是鹅料随行的弥勒啊，买纯肉，肉不打啊。这多少钱？这个？2600。这2600，随行的啊，就是随着形状做的。这上面做个皮色，也是鹅料。这多少钱？3500。3500啊。行吧。看这个黄口料的大弥勒佛，也配好珠子的啊，大挂坠，立体圆雕的佛宫，鸡油黄啊，黄口料，漂亮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1500。这个15000，饱满啊，立体圆雕的，漂亮。这儿有一个青海翠青的啊，弥勒佛大佛宫，然后俏色做的这个元宝啊，绿色的，这好大呀。这多少钱？这个？那这个是9000。9000啊。9000。青海翠啊，
漂亮。啊，这是青海料的小佛，弥勒佛啊。这多少钱呢，老板？哪个？这些。这个小的。啊。这个小的800。这800。啊，过羊脂。这个大的呢？这个大的1000。哦，大的1000。嗯、大的1000。这个看着舒服。青海料就是透啊。嗯，透，但是这个料子白。嗯。这种呢？哪个？这种。这个1200。这1200啊。这个厚。对，这个润度也好。嗯、行，青海料的弥勒佛啊，我看这几个，这也是青海料啊，汁分足一些，捞了，干净。这多少钱？这个1600。1600。啊，做的这种圆盘的佛啊，后边有一个凹形。弥勒赞佛，笑佛漂亮啊，老坑料啊，地狱老坑，这个是粉绿色，这多少钱？这个？这个粉绿的啊，这6000。这几个大的啊，这个是一个菠菜绿啊，然后这颜色就看着就有点，这个有点粉绿的感觉啊。淡薄，这个呢？这是8000。行。然后这个是一个7号框的，带点黑皮的，带黑皮的这种淡薄。这个黑皮的多少钱？黑皮的4500。然后是鸭蛋清。鸭蛋清是一个蘸的一个做的啊，嗯，然后料子超级细无结构啊，这个蘸的和做的都是啥价？蘸的5000，做的3000。蘸的5000，做的3000啊，这料子细啊，干净，然后这个下边脚踩一个貔貅，这个做佛很干净，很细润，然后都是纯手工雕刻的，漂亮。很轻啊，鸭蛋清真棒啊，就这样吧。这个鸭蛋清的啊佛，水滴型的，要细无结构啊。这多少钱，老板？5000。这5000。鸭蛋清啊，细到无结构。看这个弥勒佛，这种是菠菜绿啊，带猫的灰猫的弥勒佛啊，个头也可以啊，正装的这种。这多少钱，老板？3800。3800。然后下边这种是，粉青色带猫啊，漂亮。这样的多少钱？2000。2000哦，弥勒，漂亮。这边还有这个镶嵌好的。镶嵌好的这个是一个苹果绿，18K 金镶嵌的苹果绿，照不出来啊，颜色鲜艳的很。嗯，这多少钱，这个？15000。15000哦，大苹果绿。那天呢，光出叉叉这眼，这种小的便宜吗？这成啥？这小的呢？3000。这是3000的，行吧，这是小的。我说的，我说的，小的苹果绿。你这两行过来几回，咋说？哎呦！